阿姐，钟诗雨呢？你不是叫他来吃饭吗？菜都凉了。他不在屋里。这几天太是够奇怪的。最近总是不在，是去哪儿了呢？怎么就亲了呢？奇怪。什么亲？没说啊，我就是我说吃饭，菜都凉了，就知道吃。还有，什么叫周时雨啊？人家是北王，一点礼貌都没有呢。你还在这护上，哼。你说时雨最近在忙什么呀？这柳州的重建事宜进行的都很顺利，刘知州监督的也很严格。也不需要他亲自去监督了呀。是挺奇怪，他不会是看上哪家姑娘了吧？吃你的，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。小丽近日身体不适，王爷今天是否先去看看她？也好，那走吧。小丽，小丽是谁啊？诗雨这几天不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吧？寻花问柳？不会吧？阿姐，你得跟上去看看。他要是跟外面哪家姑娘在一起了，你就突然出现，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可没时间跟着他，马上就要回上京城了，我得去买点纪念的东西。哎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许去。我要是看到你到处乱跑，我就让你再换上女装送到官府去。不去就不去。而且你好凶啊。哼。王爷，王妃好像在后面跟踪我们。要不要我送王妃回去？没事。他想跟着就跟着吧。可是王爷，这样我们的事情不就被王妃知道了吗？无妨，本来也打算跟他说了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？来这荒郊野外做什么呀？王爷，小丽的伤如何了？带她来见我。是王爷。我真不是什么探子，你们抓错人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竟然没跟丢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去找什么小丽吗？小丽，说的是我吗？我就是王小丽啊。这
是你要找的小丽。那不然阿月觉得是哪一个呢？好了，这是本王王妃。参见王妃。起来吧，你的伤如何了？多谢殿下关心，已经大好了。这段时间还是要多注意休养，为是新兵器所伤，可谓勇毅，此次为你记上一功。殿下，这点小伤算不上什么的。但是啊，新兵器千万不可轻贷，多亏了你的试用，上一批兵器韧性有问题才得以体现，以后还需你多加把关才好。明白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怎么，难道你是以为我是与他人出来私会来了？那谁知道呢？既然你都已经撞见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阿月，你想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吗？嗯。你还记得那个童谣吗？北朔朝堂经年变，君若城墙诸侯变，安定全靠丞相管，南王北王不堪任，一王蠢来一王废。这篇歌谣讲的确实是我们北朔朝堂。皇兄自幼体弱，这些年来一直都是皇叔在把持着朝政，他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，北朔对外的战乱也几乎都是他发起的，更是他从我们相遇起就不停地派人来行刺，是因他想破坏两国联姻，让天下大乱，这样兵权政权才会控制在他的手里。你之前一直伪装成废物王爷，是为了暗度陈仓，所以你现在要累积力量与他一战。对，我和皇兄已经筹谋许久，与东隅和亲也是其中一环，所以一直想和你说声抱歉，让你也牵扯其中。没有什么牵扯不牵扯的，你深谋远虑都是我之前未曾想到的，但是只要为东隅和北朔好，不再起战乱，就一切都值了。诗月，我会一直支持你，陪着你一起完成的。那你不害怕吗？这会非常危险，一路来的凶险你是知道的。说实话害怕，但是我知道你所做之事是对的，也是我之前一直所期盼的，所以我也想出一份力。你别忘了，只要我俩在一起就会有奇遇，你离不开我，当然我也离不开你。天选之人因缘会，乾坤一动万物兴，千回百转终有尽，只待两心相知时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。